近日，有媒体曝光了一组疑似歌手李玉刚豪宅的照片，豪华程度惊呆网友。照片中房间宽敞明亮，练功房里一排排的华服美鞋奇珍异品，令人眼花缭乱。因为小时候在东北的家是住炕席的，李玉刚家里的卧室也是榻榻米。话道称，李玉刚介绍，现在有了榻榻米，坐卧习惯感觉很熟悉，让我能够有安心空灵的内心世界。原木和地毯是李玉刚的最爱，练功房里一排排的服饰和鞋子，家中的墙上挂了很多画作，都是出自他之手。据报道，整个家中李玉刚最喜欢待的地方是在书房，因为可以摒除掉外面的觥筹交错，珍贵的时间能让我读书品味文字。我希望等我达到梦想的时候，可以有更多时间去学习。